看样子又是个贪财好色的书生。今日难得有缘与公子相见，小女子就献上一曲，还请公子你不要见笑哦。啊，且慢。天黑风急，姑娘你又穿得那么少，你不怕冷吗？不怕。哦，荒似阴森的，你不怕黑吗？不怕。那你快过来给我加添人气呀，再来美酒一杯，便什么也不怕了。男女授受不亲的。这人真烦。不怕吗？这姑娘有点奇怪。不好吧。秋分时节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暖包可以做饭的呢，那就暖和了。你这么想，还要腊肉饭加烧酒啊？那简直是人间美味啊。嗯，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，我每次回家我们家。不要过来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无意冒犯你的，我还是告辞好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怕你冒犯，我怕，总之你千万不要走。姑娘，我不会走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有了。啊，我的玉佩啊，刚才掉进那个水缸里了，我又不懂水性，怎么把它取回来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怕你不帮我呀，你知道这个玉佩对我有多重要。哦哦。姑娘，水缸里好像没有啊。真是对不起，刚才天色太暗，我没有看清楚。哦，原来不在水缸里啊！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姑娘，你的东西失而复得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！公子，你看你都湿透了，赶快进厢房，我为你起炉烘衫。天色太暗，着凉就不好了。那有劳姑娘了。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借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让你快乐无比的事情啊？什么？我，在下宁采臣。哦，我叫小倩。哦，小倩姑娘。宁采臣公子，看你是个读书之人，哎，一表人才的，此行是不是上京赴考啊？啊，诗词歌赋我当然是最喜欢的了。不过我做的事情可比考功名有趣多了。我是一个巡城马，这次是受人所托，到这里来寻人送书的。哦，对了，姑娘，你呢？是我唐突，一个姑娘家住在这荒郊野外的，实在是很奇怪。姑娘，你的家人呢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小倩没有父母，无依无靠，也不知道家乡在哪儿，所以暂住在叔父家中。月前呢，与叔父远行探亲，路经此地，不料他老人家染病身故，所以小倩为了筹办叔父的身后事，用尽了盘缠，只得书记家中请婶婶前来救济，暂时就住在这荒野之中。哎呀，
你一个人在此苦等，又没有人照顾，你一定很寂寞难受吧？才不，我有花草和蝴蝶作伴，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一点也不闲。哦，可是总需要有什么地方需要人帮忙吧？不用不用，你有什么心愿梦想赶快告诉我，不许问我为什么。你快点说呀，有什么呀？老实说，如果我有梦想有愿望的话，那一定很难得很珍贵，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我会花尽力气去追求它的。这个人可真贪心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变出来。不过此时此刻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没有梦想也没有愿望，如果说真的想要什么的话，可能只是想睡个好觉。姑娘，你也倦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哦，这样吧，今夜啊，我就守在门外，姑娘，你可以好好的在房内休息。哎，等，你不睡觉了？姑娘，你的平安要紧，我少睡一晚半晚的不打紧的，不打紧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个傻瓜。一晚半晚，我看你呀，你连半个时辰都撑不到。重死了。我就不信美女引诱不了你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不要来了，不要啊！我不要当官，我不要当官，我不要当官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是啊，看看是呀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最讨厌这种东西了，哼！过来呀，今夜明月当空，莫负青春呐，宁采臣。小仙姑娘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？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穿这种衣服？太卑鄙了，太卑鄙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太卑鄙了！别跑远了，山上有毒蛇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我不怕毒蛇，毒蛇才不会咬我呢。是爹你教我的。这孩子，好好去玩吧，彩臣。
晨。是啊，姐姐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仙女姐姐啊，特奉天命下凡，给你一个愿望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呀，我都可以成全你的。我没有什么愿望。不可能，小孩子不是都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愿望吗？那我要朵花，回去送给我娘。好，给你，谢谢。哦，原来花摘下来就会枯萎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没关系，你还可以有第二个愿望啊。我想长大。长大？是啊，长大就可以帮我爹忙去捉鱼打猎。好。小时候，所以我不知道长大跟变大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宁采臣，宁采臣！采臣啊，你捏来捏去的，想捏什么呀？啊？我想捏个小白兔。哦，小白兔啊，好啊。来，那叫我看看这小子。你看我这个做得漂不漂亮啊？嗯，漂亮，真漂亮。采臣你真聪明。爹，娘说我聪明。采臣就是聪明。是啊。吃吧，来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！采臣来，娘喂你啊！娘，我不要你喂，我要我喂你。哎呀，采臣真乖，采臣慢点吃啊，别烫着了啊！来，爹再给你一个，多吃一点啊！采臣多吃点，好吃。来，乖，别烫着。这孩子真听话。是啊。陈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你走了两个时辰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不成不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很多地方要去的。哪里有人需要帮助呢，我就会去哪里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是我脚走得到的地方，我都会去的。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先生给你们找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快点吧，很快很快啊！这样下去还了得？全部给我消失！宁采臣，无论如何，你今天也要给我想些开心的事情出来。开心事儿？就是开心无比、痛快无比、快乐之极的事情啊！哦，有啊，有很多。小贤姑娘，你跟我来。小时候啊，家里很穷，所以到了中秋也没有什么钱可以买吃的。可是我永远记得那一夜的明月，还有那一年的中秋。爹做的孔明灯比月亮更大更亮，
可是，我总觉得爹爹那个时候，心里面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。我就问你，如果不开心的话，能不能跟孔明灯许愿呢？可是，他却说：“彩臣呐，人世间可以拥有的最好、最难得的东西，爹爹都已经有了。如果再要是有什么奢望的话，就变成奢求了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了。”“其实，在爹爹的心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娘亲和我，还有那夜的明月和舒怀畅饮的心情。要是不懂珍惜，就是一无所有；相反，就能一无所求，无所求就是最快活的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了。”原来没有心愿就是你最大的心愿，知足常乐就是最大的福分，对吗？“对啊。”“哎，小千姑娘，我的心愿已经讲完了，那么你的呢？你有什么特别特别开心的事，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？”“我的心愿，被我施了法术，弄醒他，他就死了。我杀了你，他都没醒呢。”“我怎么睡在这儿？哎呀，道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妖精啊！妖精？哪有妖精啊？打走了？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见小千姑娘？她也留宿在这儿了。死里逃生，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？整天姑娘前姑娘后，活该你被妖精吃到肚子里。有没有听说过红颜祸水、蛇蝎美人、画龙画虎难画骨？听说过没有？听过，听过。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贪图美色，只是昨天晚上我好像做了很多奇怪的梦。我……你什么呀？文弱书生，无可救药。哎，道长，你去哪儿？你不想死的话，快点离开这里。难道是小千姑娘见到燕道长，误以为他是盗贼窃匪，他躲起来了？小千，小千，小千，小千。
又在嘀咕些什么呀？姐姐，啊，百花香，老奴对不起，全是姐姐的错。你们发什么抖啊？不过是掉了一瓶香油而已，顶多是跪个半天，也不至于魂飞魄散、灰飞烟灭，跟你们大姐一样。那当然不会了，又怎么会呢？我们又不像大姐那样迫切跟凡间男子恋爱。自打我们修炼成妖那天起，我们就知道姥姥在我们身上下了毒誓，一旦爱上凡间的男子，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，还会形神俱灭，化为灰烬。这是弥天大罪，我们时刻谨记着。我就更不明白了。既然不明白，那就说出来吧。我不明白，雪儿姐姐为什么明明知道身上受了诅咒，还要破戒？还有，她为什么宁愿死也要保护那个男子？那个男子死了，她为什么还要哭？够了，闭嘴！我最最不明白的就是那个男子的那句话：什么叫相爱不是罪？相爱是什么？到哪儿去找？哎，是酸的还是甜的？你真想知道吗？一点点。你会知道的，等你知道情为何物的时候，就会跟雪儿一样的结果。人间所谓的情爱，也许是他们的宝贝，却是我们的毒药。那东西只会让我们千年道恒一朝丧，使我们万劫不复。一旦迷上它，最终会让我们粉身碎骨，不得好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他叫陈三太，来这儿替人家写墓志铭的，有一个多月了，但是音讯全无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？喂，哎，老伯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三太的人？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喂，哎，算了吧，年轻人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找了。大婶儿，我求求你了，帮帮忙吧！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。况且，怎么会一个人就无缘无故失踪了呢？不留一点痕迹？妖精抓人当然是无影无踪了，还能敲锣打鼓吗？妖精？怎么这人人都说有妖精啊？你要真是碰上他，定死无疑呀！你看那些人啊，他们都是为了躲避妖精而走的。快点，我看你啊，是个书生，还是走为上策？不，大婶，我不可以放弃的。我答应过他的学生，一定要把信送到他的手里。就算真的是死了，那我也要见到尸首，这样生死也有个交代嘛。你刚才不是说他替人家写墓志铭的吗？啊，这个镇上只有张万福一家是做死葬生意的，你到那儿去碰碰运气吧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快去吧，去吧。哈，没错，三太是在这儿帮过我们干活的。小兄弟，你来迟了一步啊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哎，他失踪了。什么？他失踪了？哎，他呀，三天前呢就突然不见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三太为人呢很负责任的，工作勤奋，他待人呢谦虚有礼貌。你说他的活我又干不来，他现在找人又找不到，他就这样就去了。去了？我听说最近镇上发生了很多怪事儿。哎呀，小兄弟啊，你听说过了？哎呦，这几个月呢，没几天呢，就有人呢不明不白的死去了，而且很快那尸体就会在森林跟河边发现，死的形状很恐怖呢，而且都是像你这样的年轻男子啊。那陈三太他给妖精吃了呀。他给妖精吃了。况且呢，三太为省钱呢，这几天呢都寄宿在兰若寺里。那个传说，这个兰若寺里头妖精正在那儿吃食呢。兰若寺。哎，小兄弟。赶快走吧，赶快离开南来镇吧。我不能走的，我不能走。
我答应那些孩子了，一定要把信送到先生手里的。 天冷了，来，喝杯茶，暖暖手，一会儿就不冷了啊！哎呀，真笨，这么冷的天，这茶倒出来一会儿就凉了。哎呀，不止笨呢，你还真没用啊！答应别人不能睡的吧？这一背身就睡过去了。要是他真有个意外，哎呦，好痛！ 何况你一个区区小妖，走进来，五脏俱裂，身首异处，老道士，眼看那猎物就在里面，难道我要轻易放过他吗？ 难道我跟这个人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吗？那个宁采臣，他一定在里面等着我呢。茶都凉了。 小千姑娘，宁采臣，这些灯，还有那孔明灯，是你。太像了。
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！哎，小仙姑娘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我每年都会跟我爹爹去放孔明灯的。想起来了，哎呀，那是在每年的中秋。中秋，嗯，哎，小仙姑娘，这个中秋啊，嗯，桂花汤圆，啊。哎呀，桂花汤圆，这是我娘亲最爱吃的桂花汤圆了。小仙，你可能无法想象，在那个冷得要命的季节啊，哎，我们一家人就围在一起吃汤圆。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可是我们都是其乐融融的。哦，小仙姑娘，我母亲不在我身边，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汤圆了。这是什么？兔子啊，蝴蝶啊，还有狮子啊。怎么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汤圆也不像话，孔明灯也不够亮，什么都做不好。不瞒你说，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见过、吃过和过过中秋节。不，小仙姑娘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你为我做这些，我觉得你真是太神通广大了。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很感谢你。其实小时候我一直想长大，可是长大了，小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只能到梦中去回味了。我要谢谢你帮我把它变成了现实。哇，好恐怖！小青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有什么不对劲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嗯，小仙姑娘，你好像每次都可以看穿我的心思似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嗯，今天明明不是中秋，而且寒冬还没有降临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，这是为什么？不要紧的，反正，世事多变，祸福难料，没准儿你再有没有机会中秋赏灯和度过寒冬了呢？天晓得明天早上我们会不会再见，所以就当是跟我一起提前过中秋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好啊。真好，可惜若有明月便没有欠缺了。哎，不，小仙姑娘，你看啊，这个孔明灯是月亮，还有啊，这么多的灯它也是月亮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汤圆，这汤圆也是月亮，这么多的月亮都是你变的，太美好了，真是太美好了。哎，小仙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
来啊来啊，来追我啊！来啊，来追我啊！站住！小倩姑娘，你看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姑娘也该回寺休息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姑娘，小倩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。啊，那我们快进去吧。好啊。怎么全都没有了？什么没有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姑娘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我绝对不会再打盹儿，我一定会火眼金睛的看守着姑娘的房间。请公子送我回房间。哦，好，快走。哦哦，山老妖，你不是要找我算账吗？欺凌一个婢女，又是你这大将军的身份。果然是一只多情的老树妖，居然会为了区区一个小妖胆敢现身迎战我。你已经找到他，跟找到我
没什么分别。有分别，你可以逃啊。多年来你一直躲在深宫中不见天日，不就是怕有朝一日我修炼成功回来找你吗？因为你知道我绝对不会忘记当年如何被你背叛。哼，我是躲在深宫，可我也没有闲着。你眼前的我岂是当日的丫头？你要杀我不容易。我都想不到，今天晚上就让我来个一棍两腰，真是痛快啊！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依然是当年那个燕赤霞是吧？玉冷，我的好徒儿，少说废话！你这个黑山头，我们所有的恩恩怨怨今晚了断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黑山老妖的武功比我们强，我们什么呀？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我们势不两立呀！